통과. 点了点了点了。无所谓，给他小压一点无所谓，他有打野来帮他抓了一波呢。他要没打野来帮他抓，他们是小猎的。我无所谓，反正我们这个组合越打越厉害，他们这组合前面小压正常，他也没有压我太多。我知道他很急，我反正不急。我知道他很急，但我不急。我不急就行了，他急任他急。
的事就是我的事。他们好急啊，他急死了。慢慢打就行了。我是泽利，我怕个锤锤后期。他滑板鞋，他怕后期，我又不怕后期。谁怕后期呀？真是的。好，我的天哪，好准。快的，好像准没有用，但是好像没打过。
都指望着他，我不能让他们失望。你妈了个蛋！差点给我打死。感谢新宝送的灯笼啊，谢谢。非常感谢新宝送的750个灯笼，谢谢，谢谢新宝的礼物。所谓他们两个前白匪还好吧，两个前白匪我还好。很稳哎，从后面他从三角草绕过来的，他很稳。还可以，这样我再拿两个头装备就很不错了。别犯错，别犯错，少犯失误。
我不想打了呀，你看我一登那个位角度就知道我不想打了，懂吗？有点可惜，哎，能把他杀了吗？他很贵，800。关键上波把进化也交了。坏了坏了，他控停不下来了。啊 ，A， 可惜。哎，我吃了个勾了，不吃勾的话，我应该还能把滑板鞋杀了。有点可惜了。猫咪这波被开了，小龙不好打。小猎吧。这个阵容能打到现在才小猎，还好了。他见面甩个大招，这谁撤销啊？哎，兄弟，他们都看到我见面甩我个大招，这谁顶得住啊？啊，这个人等级太高了。小丑等级太高了，很顶。可惜，我知道我很急，所以我很急，我直接闪现上去了，我超急。可惜这个没死。
我很急啊，超急。不停，我等个等我个进化也可以。我操，还好。哇，还好，真的很吓人。他还等大招，砍一直需要大招的。nice， 这就是凯隐加猫咪，凯隐加猫的魅力，这就是拉扯。失望到了，
算了吧，撤了吧。金花又没了。那我先走了，跟砍影也可以。哎，出个水银吧，感觉一个进化好像不够用。感谢终极你好的一本魔法书，谢谢。非常感谢终极你好送的一本魔法书，谢谢。谢终极你好。OK， 拿下！我操，这把打得好。